大部分也是老师啦，有些老师可能也非常的细心，有看到这个 sum 等于 sum， 刚刚是 sum 等于 sum 加 i， 啊，你也可以改成这样 sum 加等于 i， 那未来当然你是减的话也可以减等于 i， 或者乘等于 i， 除等于都可以，这是多一个方法啦，所以如果你不习惯这个方法，你用刚刚那个方法也可以哦 ，OK 哈、哦，也不是说只能写一种方法，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所以你也不能说程式你只能照我的方法，一定要写一模一样才叫对，没有啦 ，OK， 可能解法哦，十种二十种都有可能，每一个人想到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不尽相同哦 ，OK 哈、哦，那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记得哦，这个 print 啊、哦，你不能写到，你一定要把它往前推。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跟放在外面结果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，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它会怎么样呢，它会加总之后然后就计算加总结果然后一直跑所以它跑总共99次、哦、print 也会 print 99次，应该刚刚就有老师好像就类似这样，比如这个、哦、如果你按 tab 键在里面跟在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也就 python、哦、它的程式撰写里面跟外面、哦、象征就是说这个是它每执行一次就跑一次，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它一跑一次有没有？它就会先输出计算结果，第一是一，第二是三，有没有一直加啊？所以总共有跑99次，刚好输出99次。那如果你今天呢是写在这个外面的话，它就会全部加总完之后再一次 print。OK， 这个概念应该要有了啊哈。OK， 所以这个也是细节哈，因为有的时候。像我们自己程式写习惯的人会觉得哎，这没什么嘛，可是对你们来说处处都是细节，只要有一个地方像刚刚这个地方你说老师不一样哎，为什么你这样，那我看起来就会觉得怪怪的，好吗？ sum 加等于 i， 那结果会不会一样呢，一直行你会发现 run 的结果哎也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差别， OK，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会是好像不一样、哦、OK， 那我的习惯是啊，反正不管怎么写啦、哦、习惯就好了OK 哈，所以最好以后如果你们能够学程式，能够学到就是，你很天然的，所以我说啊，你写程式要很自然的写，而不是说你是一直在好像是背一些程式，好，或者是抄一些程式，我觉得那都不是好方法，最好是很自然的。如果可以把那个小朋友也可以训练到很天然的，就是他可以跟那个机器啊，跟电脑能够很自然的沟通。随时咔嚓咔嚓程式写，出来的话，还可以随时控制它的话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机器人就这样，随时修改参数，随时修改程式，马上它就跑不一样。只有错误的话改一下，哒哒哒，哎，马上又不一样。从小训练起，哇，不一样。以后的话，那小孩子以后不得了了。以后长大之后，这个写程式跟电脑沟通是完全没有障碍。啊，不过我是怕有一个问题，反而跟人沟通有问题。就训练出那种可能很喜欢对着电脑讲话，然后但是对人就不喜欢讲话，因为为什么特别讲呢？因为我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慢慢变成那个样子，因为我每天的工作就对着电脑，那我对电脑沟通非常没有障碍，但对人沟通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障碍，我的语言能力退化得非常快速 ，OK 哈，所以当然尽量还是取一个中间，因为这个东西写出来还是要。对人有帮助啦 ，OK， 不是说对机器有帮助哈 ，OK， 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改一下，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，把这个程式改成我要一不是加到99，我要一加到99的奇数部分，奇数部分哦，那我要怎么做？比较简单，13579 ，OK， 特别注意哦，这边的话有几个方法哈，我们在那个程式里面的话有一个 continue 叙述，那这个 continue 就是说哈。你可以让它跳过程式，跳过某一段程式，让它回到最上面的回圈，不要去执行。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可以在这个上方哈 ，Enter 一下，在 for 回圈下一行啊，做一个 if 什么呢 ？if i 这个值哦，如果什么时候跳过？如果它是偶数就跳过。所以呢，据说如果它是偶数，要怎么知道偶数呢？除以多少？除以2等于0的话，所以呢，意思是说那求余数啊，我好像之前上一次课有讲过，一个 person 有没有 ？person 是求余数，如果多少这个比如说
i person 2， 意思说 i 除以2之后，它的余数余多少呢？等于零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它的余数是零，除以2之后的余数是零的话，这个叙述了哈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后面加一个冒号，然后 enter 一下，你只要跟他讲说 continue， OK， 这边的话你就跟他打个 C 哦。其实 Eclipse 它的优点就是你打个 C 嘛， continue 就出来。所以有些假设哦，像 continue 很少拼啊，你怕拼错字也没关系，你打个 C 有没有？用选的 enter 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加了这个叙述之后，意思说，如果哈、哦、i 这个值它除以2是等于零，意思说这个如果是偶数的意思啦，那就帮我continue 这个叙述就是说跳过的意思，就不要再执行下面的。所以他如果遇到这一行之后哈、啊，假设 i 等于2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直接不执行下面这一行，而直接跳到上面了，意思就跳过的意思。OK 哈、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我要13579，把那个奇数的部分加到99的话，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哈、啊，用 continue 的叙述。写一个这个哦 ，OK， 逻辑判断应该可以看得懂意思啦哈、哦。那不过坦白讲啦 ，continue 哈、哦、我比较少用，为什么？待会会讲。其实它另外一个写法，如果你会另外一个写法，你可能就不会写这样了，更简单的。不过我们先讲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 continue 也很重要哈、哦，因为要跳过嘛哈、哦。阿妈执行一下，理论上的话它跳过，所以13579加完之后的话，计算总和就2500。OK， 好，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哈。那不过呢，哈，为什么我刚刚讲说，如果不写 continue 哈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哈，你可以如果不写，我把它选取嘛 ，Ctrl 加斜线就注解。意思是说呢，这两行如果我不要的话，其实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在什么呢？在这个我这边有一个 range 嘛 ，start 有没有？所以。如果你这边其实可以有一个哦，但是如果这个 step 预设是一啦，就是一，下一个就是2，下一个就是3，但如果是你要变13579都奇数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在这个后面逗点，预设只是一嘛，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什么，一下一个就是3579，有没有？所以哦，其实哦，两个方法哦，这个 OK。这个也 OK，OK， 那我们试一下，计算结果会不会一样啊？执行一下，哎，也是2500，OK， 好、哦。不过、哦，当然以简单性来看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当然你会选第二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为什么前面要的？因为你还是要了解 continue， 因为未来程式里面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它不是 step 可以解决的话，那你就要用 continue， 好、哦，让它跳过。OK， 比如说像什么，如果反正你想一想看，里面有什么东西跳过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里面再做一些变化看看。所以这地方的话呢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，就是想一个办法，把那个一加到99的奇数就好了哈、哦。那我这边刚刚就主要是讲第一个答案哈、哦，我们可以顺便练习那个 continue 之外，第二个就是了解 person 哦，啊、哦，比如说。这个 person 就是余数是多少的情况下，啊，这个还蛮常遇到的。比如说你要刚刚好，那个条件就是满足它余数剩多少会被整除的情况下，啊，像比如说你要把3的倍数全部加在一起，3的倍数，那也就是 如果 person 3能够满足等于0的，那就不是 continue 哦，哦、啊，就是加起来，所以 continue 是跳过，我们刚刚是偶数跳过。那如果相反的，如果是能够满足的，不要跳过，是才加总的话，哎，那你要怎么改？哦，反正每种情况也许都可以练习看看。比如说，我希望把那个3的倍数全部加在一起是多少？5的倍数加总在一起是多少？哎，这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？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你以后在撰写那个哈、哦、程式上面应该会简单很多了哈。哦啊，当然这个好像跟数学其实也有点关系啦，不过这种数学应该也是比较简易的数学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哦，先试着做做看哈、哦。